南来乡现在是举办着年夜杯的季节。今年南来乡公所唔那是首次来举办招标的运动，也伫公所的广场开会一连串生态教育的活动。现在公所是率先来举行活动的记者会，要向大家公布内容。除了专业的举办着生态导览、甲 DIY 的体验以及小农市集以外，公所嘛特别打造树葵花园。要和举办店来停留，并且也邀请大家连续两礼拜假期活动，做回来了解举办店的形态。那来乡举办着季节美丽来到，今年乡公所除了规划一连串生态教育活动以外，也准备精彩表演来迎接举办店。他们打这个鼓，就是代表着咱今年举办典礼即将要开始，为咱三月二五、二六、四月七日、七日，咱要正式来启动。真侪乡镇当中，无人亲像咱那来乡，有国大。有省道，有蝶道，还有我们的铁道，所以讲，咱更加有迄个责任义务，为着维护这台属性的生命的文化基础性的教育，咱们为家开始来做起。地方及风高中的学生也化身乌蝶造型来为行政活动记者会加添光彩。咱来乡长张维金表示，今年举办的季节活动同款注重环境生态保育。第十一年当中呢，我们用路跑来迎接它，我们用蜀葵来迎接它，甚至我们用今年用了 Q 版以及很多文创的艺术哈来结合在地的市农小集以及所有的产业，我们共同来保护这个大自然的生命力。今年公所也为了环保减碳，也准备专车一级路线，方便民众欣赏举办点。都在公所主场区的前面搭设我们的接驳车。目前还是我们竟然依然维持三个主场区，有公所这边的主场区，还有我们的出口我们的蝶道区，还有成功国小、平顶成功国小我们的紫蝶故事馆。这三个主场区当中都会有所有的生态导览人员做一个详细的介绍。三月二十五号到二十六号开始，连续两礼拜假日在公所广场有一连串举办的生态活动，民众来完成闯关游戏，就会当兑换活动纪念野餐垫。另外，有摸彩节目，真侪大奖等你来试出去。记者陈差不多。